家好，我是美容编辑吉儿。在一般的保养程序之外，你还知道芳香疗法吗？在精华液跟乳霜之间加入这一瓶百颜奇致芳香精露后，搭配一些芳香的手剂，打开肌肤的淋巴，排出毒素，达到全方位的抗老与修护。Step 1，打开淋巴结。首先，我们可以先取5滴芳香精露，在手心中温热。闭上眼睛，想一些美好的事情，搭配深呼吸3次，再从内而外均匀的涂抹脸上与颈部的肌肤，直到精露完全被肌肤吸收。利用双手的食指跟中指按压锁骨的淋巴结，顺着吐气按压3次。Step 2，促进淋巴循环，以双手呈剪刀形状夹住耳朵，然后从上而下滑压耳后淋巴，搭配吐气滑压3次。Step 3，净化排毒，先以双手覆盖住脸部，接着由内而外滑压到耳朵，依序到二下淋巴、锁骨淋巴，顺着吐气按压3次。轻松完成一个让肌肤发光的保养程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使用芳香精露，让肌肤从内而外散发出美丽的光彩吧。